接下来要登场的是中国文学系自选曲《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》，指挥曾少伟，伴奏林姿佑。中文系选择的曲目《如果明天就是下一生》，全曲由轻柔的钢琴伴奏开端，仿佛要娓娓道来一段隽永动听的故事。歌词叙述现代人生活节奏快，彼此相邻不相识的冷漠与孤寂。中文系的同学们虽然在一开始招募成员时不太顺遂，在努力的克服以及全体同学们唱好每一个音符的坚持，就是练习过程中最宝贵的事。接下来让中文系同学用最温柔的方式诉说最坚定的力量，掌声欢迎中国文学系。
谢谢中国文学系